Hello， 各位大家好，大家午安，各位大家新年快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 Sasha， 欢迎收看今天的 Y Go 爱开箱直播拿好康，欢迎大家，感谢各位捧场，非常谢谢大家在那个过年前夕，然后播控来看我们直播，因为今天看直播的人绝对不会辜负你们的那个期望，我们一定会送出大奖，好不好？那今天一样不啰嗦，我还是要先照惯例的去大放送一下，先送出我们的雅虎公务金100元。那怎么得到呢？请在我们直播把我们的直播连接分享出去，按赞、留言、加分享，就有机会被我们美丽的小编抽到100元的雅虎购物金哦。那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每次做直播的时候，我突然那个后来回头再看，都会发现前面好像有些人都还没进来，所以我决定今天稍微等大家一下下，赶快呼朋引伴一下，旁边的朋友、旁边的男友、女友都把他揪进来，爸爸妈妈也一起看好不好？拜托，赶快打开你的手机，救救 Sasha 的那个浏览量好不好？拜托，帮他冲一下人气哦。那不啰嗦，那今天其实大家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其实有非常厉害的荧幕，看到 Sasha 就知道我一定是介绍厉害的东西。好的，那在介绍厉害的东西之前，我们先进一段影片，好不好？那小兵同学帮我们进一下影片。我自己跳完都好笑，回到我们现场，大家赶快，就是刚刚看完那么精彩的影片哦、喔。那个我们虽然影片都是 English， 但是简而易懂，我们的规格一定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等一下我们会那个有请我们最美丽的 Judy 来帮我们介绍。那大家赶快，你的朋友都进来了没？我真的很着急，因为等一下我们要送出红包哦、喔，大家不要千千万万不要吝啬，赶快告诉你的朋友。那么现在我们赶快就欢迎我们三星最美丽的 Monitor PM Judy 进场，谢谢。Hello Sasha， Hello 雅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星的 Monitor PM Judy。那今天呢，就是大家刚才应该有看过那一段比较短的影片，那我会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这一台超宽的曲面萤幕我们几个主要的特色。那这个话，今天我们带来给大家的就是49型的 C49RG90。那顾名思义，它是一款超宽的曲面萤幕。所谓的超宽，就是你可以看得到我们是32:9，就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萤幕的就是规格是16:9嘛，对，但是 C49RG90 的话，它的比例是来到了32:9，所以你看一下哦，如果今天是49寸的话，当我们今天变成超宽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是等同于完整的两台27寸的16:9、oh. 拼接起来，然后中间没有缝，所以你可以想一下这样子的萤幕适合什么样子的人。
我想想看，可能是喜欢比如说爽度破表的人，对，爽度破表，或者是就是有那种工作躁郁的人，因为他需要很多的资讯，然后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荧幕上面呈现。所以你看，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两台27寸16:9拼接起来的49寸32:9，我们可以说，其实呢，它可以说是一款工作跟游戏都能够非常适用的一款超宽的曲面荧幕，所以你待会我们会现场演示一下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范例。比如说你今天是那种就是有在关注一些股票的趋势的一些分析师也好，或者是一般的就是在家里工作回家想要看一下自己投资的状况，那你看一下这种股市的趋势图，它就可以一览无遗嘛。对，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有时间轴的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画面，那它就可以，你的趋势就可以从就是较久以前或者是较长的就是 forecast 的时间。那再的话，如果你今天是像我们很流行那种就是在家里做一些影片的编辑啊，或者是你是 YouTuber， 那你需要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影片的编辑的人，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有一种时间轴的概念，因为你要剪片嘛。对，然后当然你一边剪的时候你一边要进行预览的动作，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情境，其实我们运用到了超宽加上分割的画面。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就是我们说32:9很适用的一个使用的工作的方式。那如果你不是这两种人的话，其实普罗大众的人，就是比如说 Sasha， 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是不是也都会有那种就是一次要看很多不同的视窗？对，然后因为我非常忙碌，我又要那个看我的直播的效果，然后又要那个回粉丝，我粉丝很多了好吗？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还要顾及那个价格有没有对啊什么之类，要一次要开好多，好忙碌哦。对啊，所以如果你通常啦，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用？我们就会开很多，比如说两三个视窗，然后我们必须要用手工的方式，用滑鼠的游标，然后把视窗自己调这边调。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哦，32:9的呈现方式，在辅以三星的 Easy Setting Box， 就是我们的多分割的切割的，就是这个简单的软体，我们就可以把你想要的就是视窗的区域，然后很适当的马上在一个超宽的荧幕上面来做呈现。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情境呢，是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经常在使用的一个模式。所以当你今天把一台就是16:9显示器换成了32:9，其实呢就可以解决掉了你一般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你一般生活在使用上面烦恼的问题。是，它等于就是一台荧幕就让你一次看很多东西，有没有？然后让你一心多用，达到一心多用的那个功效啊，这样子。对，那我们来看一下，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要讲它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因为49寸32:9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解析度可以高达那个DQHD， 所谓的 Double QHD 是指5120×1440，也就是说它拥有是一般的就是解析度来的更高，所以它是一个双 2K 的概念，所以我们才会说是 DQHD。2560×1440，所以双 2K， 因为它有两台的概念，所以它是5120×1440。对，所以这么长。对于那种解析度有特别高要求的使用者，比如说美编的人或者是绘图的人来讲的话，其实这一款荧幕呢，它有具备到了是就是 DQHD 这样子一个超高的解析度。那除了超高解析度之外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赫兹数，赫兹数是对于打游戏的玩家来讲的话特别特别在乎的。一般传统的显示器没有特别说的话是指60赫兹，差不多60。 对，那你看到就是 C49290 我们的赫兹数有来到了120赫兹，也就是它是一般传统显示器两倍的赫兹数，所以当你今天在玩游戏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就是更明显的一个感受。对，OK， 那我们再来看哦，就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的是画质跟颜色了。C49290 呢，拥有三星的就是金属量子点的显色技术，是指 QLED 的这样子一个显色技术。我知道，因为买三星最重要就是要买 QLED，
像是比如说家里买电视的时候也要买 QLED，原来荧幕也有 QLED， 对啊，就是最高规的这样子。通常就是当你今天选购高阶的，就是显示器的话，我们一定是有具备 QLED 这样子的一个显色的技术。在 QLED 金属量子点的技术之下，我们可以做到的是 sRGB 125%，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从这个数值上面，你就可以知道是说它颜色覆盖率是非常的高。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左边左右两张图哦，然后你看哦，就是 QLED 的金属量子点加上我们。HDR 1000，它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其实我也老实说，不需要解释。你看，明眼人都辨别出来，像我们一般没有这样规格的荧幕，你可能就只有看到像这样子，它黑黑的一片，你也看不出来什么细节。在颜色上面的色阶呈现的方式，其实就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当我们今天拥有了 Q 类金属量子点赋予 HDR 1000这样子的规格之下，你可以看到是在黑色的地方是会更深邃的黑，白色的地方更明亮的白。所以，这个是在颜色上面，我们用肉眼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在画质上面的表现。金属量子点另外一个特色是，如果你今天的显示器你用了超过了3年甚至5年，其实它的寿命是仍然是在的，但是我们可以确保是它的画质不会有衰减的现象。所以今天对，就是因为其实显示器如果你用久，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它在颜色上面的色彩的表现是不是就会变比较就是弱。对，但是如果金属量子点就是能够确保是你今天在画质上面表现，显示器长时间的使用之下，它的颜色仍然是非常的锐利的。所以说买这一台，即便你用到3年、4年以上，它这个 HDR 的显现出来的那种颜色给视觉的感受，它宛如你刚买一样。即便你到第4年、第5年，你还是一样，好，宛如你第一天使用一样，那么清晰，对不对？对，你就不用担心说颜色上面表现就会比较差的问题。所以大概是来说的话，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系列的一个产品的特色要介绍给大家。那我们想要用实际的机器的 demo 的方式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刚刚说的一些使用的情境。好的，那我们现场就稍微那个导播镜头跟着我一起往后。那我们先把这个圆桌先撤出去。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现场后面十分的壮观，因为我们现场就来到49寸的荧幕，马上就架了3台在现场。那不啰嗦，马上我们有请我们最帅气的 Sam 来为我们讲说介绍一下到底要怎么操作。欢迎 Sam， 欢迎 Sam。各位雅虎爱开箱的观众，大家好。Hello， Sam。来，赶快，因为刚刚我们 Judy 已经帮我们讲解了很多规格面的东西，但讲归讲，这么厉害的事情没有操作一遍给大家看，大家是不会相信的。大家那就接下来操作就靠你了。啊、OK。我们现场呢特别带来3台我们的49寸哈，那因为空间的关系，这一台呢我们就把它壁挂起来。好，如果大家买回去觉得你的空间你想要，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堆叠2台的话，那只要买一个壁挂架，好，我们这个有支援壁挂就可以壁挂起来。好，那因为我们荧幕有重10公斤，所以买壁挂架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沉重的部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在我们这边用了几个情境。好，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说这一个最上面这个好了，哎，在这个大家很清楚看到它是一个类似一个股票的一个趋势图。对对，这边我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有一次呢，我带我们的曲面萤幕到一个长辈的家里哈，那个长辈呢，他是用电视在看股票。好，那当我们换上我们的曲面萤幕的时候呢，他吓了一跳哈。首先呢，他觉得第一个哇，不会反光，对，不会反光，这个对他来讲就很重要。因为像我们摄影棚灯那么亮啊，如果你是用电视的话，那其实一个灯它就是一个光源反出来，对。所以这第一个他觉得很惊讶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黑色的部分很深沉的黑，好，所以他对这两个部分很满意。老实说，我觉得这位那个老人家应该要检讨，长辈要检讨。现在就是用荧幕在看股市了，真的不要再用电视，因为很多人都拿电视来当做荧幕来看，这真的要纠正你们的观念，因为你用电视长期的在看，当做荧幕在看，你把注意派给金价。好，再继续补充而已。而且医生常告诉我们，你看电视要距离2-3公尺，对。但是电脑荧幕其实我们设计就是让你在30公分、50公分去看，近距离观看使用，对，所以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张书面纸一样，很漂亮。没错。好，所以
在黑色的部分我们可以表现得很深沉，而且股市的这个画面我自己是没有在玩股票啊、嗯、但是因为你知道底是黑色，然后它这个那个曲线图那个绿色每一条每一个痕迹每一个点都看得非常清晰，很清晰。这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刚刚Judy也提到了、嗯、我们这一台呢它是目前业界49寸里面解析度最高的，对，5120乘1440个点，等于双 2K 的萤幕，对，好、嗯、所以看股市的这个部分没有问题、嗯、当然你要做其他应用也可以 OK、嗯、那另外呢想拉多长就拉多长、嗯、是、嗯、那可能有人会说啊，这么宽的萤幕那我坐在中间不是要左看右看好像有点麻烦、嗯、对不对？对。但是其实这么大的萤幕你把它想成你的桌面很大、嗯、可是我不一定要用到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看下面、嗯、我们呢有一个小小的分割程式，我透过这个分割程式呢我最多可以把萤幕分成六等份，六等份，甚至于我要分十二等份也可以、嗯、那我们先示范一下好了、嗯、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小程式呢，我把它拉到上面的萤幕，好好，我把它拉上来、哦、这是你们内建的一个程式就 对它、它需要、买完以后需要先去下载，下载很快一分钟就装满了、哦、下载一下下就好了、嗯、然后就可以分割了。好，顺便提一下如果不会的话哈，我们三星有一个优势、嗯、我们的0800是24小时的、24小时，好的，没问题，对、嗯、跟我们三星手机的0800是一样，有专业的人为你服务，对他会一步一步带着你做、嗯、所以不用担心、嗯、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看我可以分两块也可以分三块、四块六块对不对、嗯、好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假设我上面这一整个大萤幕我最常见的情景我分三块好了，三块 好差不多三块，我就来问一下选三块、当你选三块以后它会有三条红色的线、马上可以看得出来它有线哦、对、那今天呢我不一定要三等份、可能呢我中间是我的主要工作区域、所以呢我中间想要大一点、可以自己再调，那右边呢我可能想要聊个 line、所以我把它调小一点，好，反正我就中间留最大、这真的很智能的，它中间马上就那个把你拉出来的那个解析度，解析度都把它，所以你要拉得很精细也 OK、对，好了以后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我只要呢任何视窗，你看、我移到哪，你会发现它的底色变蓝色，是的，对，那我放开以后 OK, 它就上来了。对，那你就可以看到很宽的画面，它就是直接到你刚刚设定的区域，所以你自己就可以安排你的区域要怎么放，就是你只要拖移过来放开它就直接延展在整个画面了。对，那当然你也不需要再用滑鼠再去调啊什么都不需要，对啊，那你看、比如说我用六个好了、其实很快我这样子把它拉到适合的地方，是拖动一下、然后呢我新视窗再把它拉下来、拖动一下，对，我再开一个新视窗把它拖下来、然后放一下，对，这个很快轻轻松松就可以完全去取决你的需要、对、而且这很方便、因为你看你刚刚下面这边是那种监控系统、是啊，就是像很多那种保全大哥什么的，他们、有时候我看到他们很辛苦，他们都是用那种小萤幕，然后好几台小萤幕这样，三台，对，然后放个三台在那边监控、起码现在一台萤幕就帮你搞定好不好，而且一台萤幕就帮你监控所有人整个大楼好不好，对啊、尤其现在很多所有我们的 webcam 在网络上买的那个小摄影机，对，有人在家里看家里的宝宝或是家里的宠物，宠物，对、其实它就是用 browser 浏览器的界面去看、对，那理论上我的电脑稍微好一点、网络频宽够的话我开六个很 OK、好，那怎么样开十二个呢、来我们来移到我们游戏的这一边 好不好，好的，没问题，摄影镜头我们移架到这边、对，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哈，从刚刚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玩游戏啦、因为我们这一台它的更新频率一秒钟刚刚我们Judy也提到了、是一般萤幕的两倍，它可以到达120赫兹，也就是说一秒钟有120张画面在你的眼前闪过，所以它画面是很顺畅的、有时候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会头晕、头晕的原因第一个可能因为不是你自己在开，所以就跟坐车一样嘛、第二个呢很重要就是它的更新频率不够快，所以它会那你的大脑就会觉得说啊这是假的、所以你就很容易头晕、那只要画面越顺、那它就不会头晕，对，就比较不会头晕、那你再看这个时候画面很亮，那这也是我们刚刚Judy提到的，这一台呢反正你三星你要买最好的电视、你就认明 QLED, 要买最好的电脑萤幕就是 QLED, 对、那这一台它有得到这个是去年才出的一个新的规格、叫做 HDR Display HDR 1000、是目前电脑萤幕里面亮度最高的一个认证、那好处是什么，好处的是它最亮的地方和最暗的地方那个明暗差别就很大，就可以，对，所以当你在玩游戏、看影片的时候
就更有立体感，就是这样来的。嗯，它现在画面我们开快一点，对，开快一点，我们可以到一些就是有深浅画面的地方。哎呦，在冲了，冲了。然后你看，其实即便它在冲刺的画面，老实说，我也不觉得头晕，然后也它就很顺，然后我不会觉得头晕，而且它是。这个曲度是1800嘛，对不对？1800啊，它1800其实是非常环绕你的视觉，环绕我的视觉。老实说，我这样看起来非常的舒适，而且暗就是暗，亮就是亮。刚刚你看像这个火光有没有？都非常清楚，真的，输了是不是？好，没关系，再来一次。好，那游戏的部分我们就说到这边哈。来，我现在再切回一个画面哈。好的。除了玩游戏，还可以干嘛？哦，这是可以修片吗？做影片剪辑，因为现在很多人我都自己想要拍片，自己想要在家里做影片剪辑嘛。对，那做影片剪辑，我们知道最重要就是我时间轴越 长，我的物件越多，对我的创作越有利，我就不用在那边移来移去了。对，好，我们稍微加快一下哈。那另外呢，这是一个全画面的。好，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可以做12分割。那其实我可以做6分割。12分割是怎么来的？因为我可以把萤幕1分为2，变成2个完全独立的萤幕。那我这边可以分6块，这边可以分6块，所以总共分12块。哇，好，这个我们不就在这边示范。那我要来示范的是，我们这边摆了一台 Switch。好，来，我现在把这个萤幕我们就把它1分为2切开来，好不好？好，它就变成两个完全独立的。左边你还是用你的电脑，但是右手边呢？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玩 Switch， 或是做其他的。完全是两个世界就是右边玩游戏，然后左边继续认真做工作，完全不受干扰。对，好，所以你就可以，比如说爸爸在这边用电脑，然后小朋友在这一边玩游戏等等。这个我先把它切开。这幕有问题，等于它是有可以。有2个输入源就对了。其实我们后面的话呢，HDMI 还有 Display， 对，那 Display 的话有3个，所以你还可以很充分。还有3个 Display， 对，你可以接2台电脑、3台电脑，再加1台 PS4， 再加1个电视，反正你自己去配。对，等于比如说在家，哥哥他是 YouTuber， 他用 MacBook 在这边使用 Mac， 对，他可能在这边，然后。去编辑他的影片，然后弟弟妹妹在旁边玩游戏，完全不干扰彼此的生活，这样各自一台萤幕，然后各自让一个家庭产生一个和谐的那个。对啊，爸爸就可以顺便监看一下那个小朋友。对，那很多人也有问到说这个有没有支援 Mac？ 我们这个就是 Mac 啊，哈，只是说 Mac， 因为 Mac 的使用者看 Mac 的萤幕都会解析度很高，所以呢特别需要我们这种5120×1440。对，如果你没有买到这么高的解析度的话，你从 Mac 的萤幕转换到这个萤幕，你会觉得不适应。对，没错。OK， 而且因为 Mac 都是，你知道我们都是走 Mac 就是小小一台嘛，那对啊，老实说那个解析度还有。你瞬间这样子把那个萤幕投放上来，这台大萤幕，所以你看到画面，世界整个很宽广嘛，对不对？是 OK， 好，那就到这边了我们这边呢放了一台 Switch， 在这边看到这个 Switch， 当然是有用途，对啊，我们不是要来现场打游戏给大家看的，好不好？好，那在此之前说出一些重大讯息之前，我还要再公布一个小的优惠互动游戏，赶快大家。刚刚的我已经邀请你们，请你们的朋友一起进来。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规格，还有操作方式。那现在大家都有认真听吗？我现在就来出一个小小的题目，那大家赶快在下面帮我留下通关密语，我就有机会抽出我们的三星为我们准备的红包，开运红包来的。里面是什么？里面是那个 Seven 的礼券200块，大家赶快。帮我们再把直播的连结分享出去，然后留下我们的通关密语。什么通关密语呢？那我来出一题，好，那就是49超宽，哎呦，不好意思，49超宽萤幕最强规格就是三星 C49RG90。有没有觉得很长？其实还好，因为很口语化，很白话。那我再念一次哦，49超宽萤幕最强规格三星。就是三星 C49RG90。 好了，记住了吗？那小编其实在下面也可以提示大家，赶快帮我们留下通关密语，然后把我们的直播连结分享出去，按赞留言加分享，然后 take 两位朋友，你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凯宇红包Seven 礼券200元。大家赶快，想要开运吗？赶快帮我们留言，把直播连结分享出去哦，记得 take 朋友，还要留言通关密语哦。那在此之前，我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出我们今天这台这么厉害的荧幕，感觉这么强的规格会不会很贵呢？那请有请我们三星最厉害的超强业务从头为我们说。嗨，大家好。看到没有，金元宝，金元宝，真的雅虎网爱开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先祝大家鼠年新年快乐，耶！谢谢谢谢，这不是白白来的，好不好？对 对, 對，今天最重要是什么？看了前面这么多，大家最重要是要知道什么？价格嘛。哦，来雅虎买就对了。对，原价是48900，今天直接下杀39900。不好意思，你知道之前直播过的看过我直播的人都知道我算数不是很好，这样子一共多少？省9000块，整个下杀9000，真的那个倒数板已经剩5分钟，没有关系，我讲快一点，好不好？好的，下杀9000之外，你以为今天只有这样子而已吗？不可能，因为我三星体恤跟爱护大家，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档呢，直接三张 S 都出来了，没有？过年一定要赌一把嘛，对不对？来来来，我们来来。第一个，妈妈的最爱，妈妈最爱气炸锅，这价值多少？9900元。你这样换算多少钱？39900再减9000，快不到3万块了耶。对，只有这样子没来。第二张 S 来来来，哇，这个太四选一是不是？爸爸的最爱哈门卡的喇叭，哈门卡的喇叭，这个11500，真的没有在含糊的。一定选这个，没有在含糊的，真的过年期间大家都有新年礼物，对，很棒哎，真的你放在房间整个质感都不一样，真的享受宽萤幕之外，喇叭的音效也很重要，不能缺，还有一张 S 哦，怎么一直太多了？这个是刚 demo。对 ，Switch 有没有 Switch？ 我们就说了，不是随便来现场玩游戏，真的，不看是要送给你们的，好不好？对，所以那就是买就是上网。我们不是抽哦，我们是好礼四选一，还有一个是什么？四选一，还有一个来。好，现在三个，还有一个。哎呦，这台熟悉三星的电竞，价值12900的，哇！我可以做做看吗？可以。哇，一种赌神的姿态忙出来了。你别，是我。噔噔，请放下音乐。噔噔。好，对不起，我真的太想玩这个梗了。anyway， 就是我刚刚坐短短几秒内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椅子非常嫩 Q 啊，就是坐上去非常的椅子的皮质的质感沙发，对，很像真实的一组沙发这样。而且刚刚我靠着的时候啊，那个幅度再做一次哦，那个幅度整个就是。贴紧我的颈部，人体工学电竞椅啊，是不是？这价值12900。对，然后它这个扶手哈也不错，它还可以去调整前后啊。怎么是想把我转去哪里啊？美背式设计，不让我现身啊。Anyway， 反正就是我们现在三星买我们 C49RG90 就可以在什么时候以前？1月底吗？1月底之前。1月31号。所以你过年前就赶快抢购，因为数量真的有限。大概就领年终了吧？对。好，那领完年终赶快可以下手，犹豫的人不要再犹豫。所以要不要整理一下，总共多少钱？好的。这个我会，我有记下来。有，好，我帮你拿。好的，我们现在那个荧幕这一台原价是48900，然后我们今天现场下杀到39900，这样等于已经帮你们省下9000块。没错，然后呢，我们除了省下这9000块以外，你们还可以上三星的官网买就去登录送，好，1000元好礼。4选1，不是抽哦，是四选一，可是数量真的有限，到月底了，要1月底就结束了。数量有限，想抢哪一个赶快抢好不好？不要犹豫了，像每一个都很值得抢。所以在雅虎买这样是多少钱啊？这样等于是结账金额是39900嘛？那39900，然后你等于在你还可以聪明消费，你要用那个银行刷卡。现在目前雅虎银行刷卡是最高可以再赚2600的刷卡金，所以一期大概等于1300多块而已，对，就可以享受这么多东西。分期付款就等于你只要付1300块，一期只要1300块不到这样子。天哪，也太省了吧，也没什么好犹豫的。过年前就是这一档啊，不用领年终奖金也可以，是啊，轻松入手。没错，那我还有最后一个要补充的就是我们。
我们家雅虎有一个独家的活动，电竞月的活动吗？从头到尾一直拿着这个看板，不是没有道理的，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道具很多，对，道具非常多。Samsung 现在就是买就送，登录送万元好礼四选一，然后我们还可以抽一支限量的魔物猎人的公仔，也就是这一支。哇！天哪、啊，我的妈呀！不好意思，借放一下，没有问题。给镜头看一下这只我们的魔物猎人，哇，好漂亮哦！这价值多少钱啊？很厉害，它这一只3480块哦。天哪、啊！外面其实要买非常难，非常有困难，根本就买不到。转一下，转一下，好，转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吗？而且天、啊、我镜头可能没办法拍那么细致，但它其实弓非常的细。老实说，我拿在手上我非常害怕，因为我很怕在抖哎、欸，你不要抖啦，你不要抖，它那个敲到。会撞坏，你看超美的，超帅气的。哎、欸，所以说你买了这个萤幕，你省了9000，然后再送10000块的赠品，然后你又抽到这一只冰种龙，对不对？冰咒龙哦，那天哪、欸，这样多少钱？这萤幕多少钱？我算不了，我算不了，我需要计算机。计算机，掉姐，掉姐，进来，掉姐。好的，好的，好的，马上拿计算机出来帮大家算一下哦。那等于那个下杀9000，39900，再减掉10000块好了。39900，因为万元好礼嘛，对，再减10000。然后再假设你抽到冰咒龙的话，再赚现赚3480，哇！然后再出来分期，再分期的话，对，再分期，然后你可能分期分个24期之类的。我随便讲好，假设12期，好，12期你也只需要付2000多块而已啊！天哪，一次够足哎，过年前一次够足，而且今天订隔天就到了，对不对？对。没错，就是现在、欸、过年前这7天怎么过，就靠这个啦，对不对？对，没错、哦、好的，那反正现在节目到了尾声，大家还是要赶快记住我的提醒，把我们的直播连接分享出去，然后你就有机会抽我们美丽的小编抽到我们的 7 礼券200元，那个我们三星的大大Tony 哥为我们赞助了200元购物金，开运红包来着。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赶快买下我们的 C49RG90， 然后我们记得一定要登录送1月31日。而且你现在看直播就赶快买，因为数量真的有限。然后登录了，然后登录以后，然后我们还可以抽奖，好不好？然后抽我们的冰咒龙，大家不要犹豫了，接下来就是买对了。好，那么节目到尾声，谢谢大家的观赏，也谢谢 Tony 哥来现场。谢谢，谢谢大家，鼠年快乐。对，但数量是有限的哦，数量是有限。我一再强调，你过了这个，你没有买过，真的没办法，对不对？叫学姐也没办法，对不对？学姐也没办法。好，大家下次见了，赶快买下去，不要再犹豫了。好，那 goodbye 喽。包鬼，包鬼，谢谢，再见，谢谢，拜拜。